对啊，就也无所谓啊，就好像该说啊该说，但是的话，我要谢谢我家人啊，当然是，谢谢我老婆，还有谢谢我家里面的两个儿子。被因材而陈小春夫妇笑到了。10月29日，经过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激烈的角逐，陈小春以第一名的成绩加入滚烫唱演家族。在发表成团感言时，陈小春激动的语无伦次，因材而对着屏幕翻白眼，拼命地说感谢我，感谢我，那表情真的太好笑了。随后陈小春乖乖地感谢家人，谢谢我老婆。因材而满意的多嘴亲亲，不管因材而怎么闹腾，小春哥总是一脸宠溺，真夫妻就是最甜的。这个我还是没完全搞得懂，第二名跟第五名为什么就没有在里面？就那个海泉哥哥还有尹正说，哎，你是第一名啊！我说为什么是第一名呢？我也不晓得。